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那么一连好几集，我们一直在谈般若智慧。那么提到般若呢，很多人就会想到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是的，这部经跟《金刚经》呢都非常的有名，即使不是佛教徒呢，也都听过这两部经典，甚至在电影里面呢，还用它们来降魔抓鬼。那么到底这两部经典为什么会这么样有名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啊，师父，这个对佛教徒来讲啊，《心经》跟《金刚经》都是大家必读的经典。可是，即使不是佛教徒，非佛教徒啊，对这两部经典啊，也是闻名已久。为什么这两部经典啊，这么样的享有盛名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《心经》很短，只有260个字。那《金刚经》呢，虽然长一些，但是它的内容啊，也非常单纯。所以这两部经呢，特别受到我们中国人的喜欢。现在我们用的《金刚经》啊，是这个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；我们念的《心经》呢，是由玄奘三藏翻译的。这个文字都非常精炼，内容啊，倒是蛮多的，特别是《心经》。这个可以当成一部啊，这个佛教开论来看，或者佛法开论来看的。他从基本的佛法是讲到大乘的佛法。那么《金刚经》呢，他讲就是讲般若，讲智慧，讲空，讲无。那么这个两部经。虽然长短不一样，可是他们的宗旨都是讲一个空者。这是佛法讲的空啊，并不是空空洞洞的空，并不是啊等于啊完全否定了，也不是，而是呢叫你说现象是有的，它的永恒是不存在的，暂时是有的，而毕竟啊究竟啊它是空的。空和有它两样东西啊是这个平衡的发展的，并不是说空跟有是对立，而是说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，它这个并平行的，跟一般的人想法不一样。一般的人想法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，可是那个《心经》跟《金刚经》呢，它是啊，空有不二的这种思想。当你执着的时候呢，它是空；当你消极的时候呢，它说是有啊。这个空并不离有，离开有并没有空。有的时候等于是空，不需要那么执着。因此呢，他既能够啊，积极的肯定，又能够啊，积极的来啊否定。所以，否定并不等于是啊，消极；肯定并不等于是执着。那这个就是《心经》和《金刚经》的啊，这个思想的内容。至于说这个什么降魔降鬼的问题啊，对，这也是啊，因为这个一般人讲的魔或者讲的鬼啊，就是说这个心外有魔，心外有鬼，这个或者是作怪，或者人死了以后啊成为鬼，或者是凶死的人成为一些凶鬼恶鬼。但是在佛经来或者是佛法来讲，心外的鬼并不可怕。可是对一般人来说，他会觉得说心里的魔心里的鬼哪有什么可怕，外面的魔外面的鬼才可怕呢。一般的人都这样子啊。所以一般的人不知道有心里有鬼，也不知道内心有魔啊，这是害怕。说心外有魔，
心外有鬼。对，什么鬼附身了，这着魔了。对，晚上走一走黑夜走路的时候就怕鬼，那么一个人住的时候就怕鬼，或者是呢，这是魔，那比鬼更可怕。嗯，那其实呢，心外的东西，事实上是啊，因为内心有鬼，内心有魔，外鬼外魔才能够有着力点。嗯，因此呢，这个《心经》和《金刚经》啊，讲空，讲无。心经讲空，金刚经讲无。嗯，那么这两个东西啊，两部经啊，都是叫我们心中啊，要不但是坦荡荡，嗯，而且是呢，要无所执着，无所有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不是？那金刚经，哎，因此呢，如果心中不为某一些时候，这是什么事？起烦恼，起执着，有困扰，那心外的东西是不会存在的，不会呀、啊，对我们呢、啊，如何？不可能的。因此呢，念心经，念金刚经，能够这个驱鬼，能够驱魔，主要的是驱心中的鬼，心中的魔。由于这样的一种啊信仰的观点呢、啊，就是传说，心经，能够降魔，金刚经能够赶鬼。是啊，在那个徐克导演的那个《倩女幽魂》里面，好像就有这样的情节。就念经念个魔听，念经念个鬼听，让鬼和魔也知道，也领会到。这个一切都是空的，一切都是无的，那是鬼和这个魔啊，他们听了以后也会放下他们的执着，也会啊，得到啊超度，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会来捉弄人了。是，所以还是有功效，还是有用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，《心经》跟《金刚经》呢，一个讲空。一个讲无，都是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经典。您想了解佛法的智慧的话，不妨读读这两部经典。更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